最后入闸是京京千里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十场二班千二米的短途赛事七大热准备有开闸的时候啦，今日前面快咁啊，中间成势好运，阿马宝宝埋变咗京京千里胜利明星啊，大外档抢嘅马有真好彩啦，最出飞龙区马林，中间仲有腾龙超影啊，响最出睡眠大学亦都走埋上去啊，再后一层嘅马大约响个尾六中档位有白衫就彩福啦，咁啊出边位置咧有活力小区啊红衫嘅，尾四英勇大师，尾三咧就万买之星，尾二粉红衫马好吉利，咁啊暂时殿后咧就嗰只争分夺秒嚟嘅，好啦，咁转弯嘅时候咧。前面真好彩咧，就带头嘅，跟住第二位飞龙区内栏第三成势好运啊，中间咧仲见到马匹有阿茂宝宝啊，出边咧就睡眠大学大爱到红衫咧，仲有活力小区蓝衫唔要内栏啦，京京千里一早已经攞咗出去啦，跟住佢后边粉红衫好吉利，再后边仲有争分夺秒，最后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仲系真好彩，飞龙区咧追紧上嚟噶啦，再见到埋边位置仲有成势好运，中档追争分夺秒，京京千里再喺入边位置仲。英勇大师最后百零米透出嘅马咧，仲系争分夺秒斗紧飞龙区外面争分夺秒，好轻松上嚟争分夺秒赢跑第二名，飞龙区第三名咧有呢只真好彩同埋京京千里需要影相啊！结果呢场赛事呢只争分夺秒，哇赢起上嚟嘅姿态都好轻松啊！缩咗喺后面跑嘅，跑第二名就飞龙区，第三名咧埋边真好彩，出边京京千里要影相。美场赛事咁啊，争分夺秒，莫雷拉咁啊胜出今日嘅美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咧，四号啊，飞龙区啊，呢匹蓝马贝汤美，第三名啊，里边真好彩，咁啊睇嚟都仲顶住只京京千里，三四名影相嘅，最后二点八倍啊呢匹咧争分夺秒，明日次门，临尾好多飞嘅真好彩咧，而家要影相啊，同呢个。好啦，我哋有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一号嘅争分夺秒独赢派28.5，位置派12蚊；跑第二名四号飞龙区，位置派117蚊；跑第三名十号嘅真好彩，位置派25.5，连赢位一搭四派767蚊；三重彩一号、四号、十号顺序派6317蚊；单 T 一号、四号、十号派1459蚊；位置 Q 一搭四派224蚊；一搭十派42.5，四搭十派505蚊。跑第四名系七号嘅京京千里。好啦，咁啊睇翻第三名张相啊，咪见到真好彩里边咧影到第三啊，京京千里大热门跑第四。三拣一嘅预计派彩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，预计派19蚊。莫雷拉三 win 啊！好啦，骑师王嘅预计赛果咧就系骑师编号一号嘅莫雷拉啊，分数系56分嘅。都做埋騎師王啦，冇錯啦。咁啊，嘉玲觀眾而家想睇翻咧尾場正式賽果咧，同埋其他派賽咧，可以上馬會熒光幕上咧馬會呢個網址噶。咁啊，恭喜就莫雷拉啦，咁啊都贏三 win。
蔡汉有多匹咧，四岁嘅精英啊，嗯，都犀利啊！早段都有少少失啊，跟住临200米嗰阵时一望空啊，冲上嚟啦，踏着咗一只当家精选，一只争分夺秒啊！临尾一搭十嗰条飞格 Q 啊，咁啊啱啱俾嗰只飞龙驹卡住咗，系嗰只就神出鬼没嘅成日都系啊！今日又放得好，又跑得好啦，嗯。看埋四连环啦，1470派769元啊！看埋四重彩嘅预计派彩啦，1号、4号、10号、7号顺序派25712元。早地系，佢嗰啲喺呢个路程跑今日第次第二啦，都系谂住都唔会得啩，得啩咁，又挂住。但系呢场好似好利前领嘅喎，梗系啦，47秒一跑二班。咁但系边边个就系包尾嘅追到再嚟嘢，冇错啦。咁有几劲咧？133磅，佢嘅末段时速系21秒59嘅。哇！咁你抵输啦，大家。超强加速力嘅喎。如果监得出嚟呢啲，佢咪红衣醒神嚟？仲要可能季初第一场都未必真系好十足。咁当然中心马第一场可能个威力系大啲嘅，但系133磅。而家仲喺包尾喎，連京京千里守住嗰啲位置都追唔到比士，可以淨贏甩添，哇都好誇張！呢幾步嘅加速力真係好誇張。呢啲水準，即係如果以呢場嘅步速，佢應該係香港代表隊級嚟嘅喎，近乎都冇，近乎都冇可能嘅根本就。你邊只最近過啫？後邊都冇隻最近過。英雄大師叫近啲啦。京京千里嗰啲已經係神操之星啊 ，fit 到震嘅都屁都追唔到。好後生啫，雖然佢好似已經贏過好多場。啊、欣賞多一次啊嗱！哇！呢啲位置你覺得冇可能追到咁嘅咯？佢諗住好似即係上只京京千里出就帶佢，跟住發現、啊、咦你都唔快嘅，不如我掹出嚟啦。其實佢唔係唔快啊，係因為大家都慢，唔足夠帶佢出去，但係自己捐出去走。哇！真係好誇張嚟啊！真係。好，睇下第三名張相。影唔到前面嗰只㗎呢張。係啊，第三名仲係真好彩啊！分段時間頭段23秒93，第二段23秒17，末段22秒31，總時間1分09秒41嘅。咁啊，都係要成日留意住阿莫雷拉賽項嘅組合噶啦。雖然佢哋即係成日都合作啦，咁但係原來咧就喺嗰啲田草二班賽事嘅勝出率咧真係特高嘅。上季到而家合作39次，攞到18個頭馬嘅，咁都46%接近勝出率喎，勝出率唔係上名啊！我計翻呢只馬最後都有28個幾，咁啊有後屘落到28個幾啦，唔係一場頭馬咁簡單啦。如果大家了解個步速嘅，你就知嗰場頭馬係厲害得幾緊要，即係近乎係冇可能嘅事嚟嘅呢場係。咁成日有賽漢馬房呢啲即係比較高質素啊，當起嗰啲馬上到二班咁啊，梗係揾阿莫雷拉。即係你113磅都話，即係133磅二班喎、啊。咁唔使講啦，長期都追住啦、啊。即係雖然贏嗰啲馬唔係好叻，贏飛龍區咁樣好似唔係好叻啫，但係佢所做嗰個段速，係啊，馬王級咁滯喎，香港代表隊㗎啦，係、啊。咁但係相對嚟講啊嘛，呢場可能咧就發現嗰只京京千里嘅表現咧，你又會稍微失望咗啲啦，係嘛？即係你睇嗰個走勢，好似爭分奪秒，都係諗住佢係主要對手嚟噶嘛？點知佢加速得冇咁勁，而且翻嚟咧京京千里係追唔過只真好彩噶嘛？嗯。而真好彩咧，賽後發現流咗鼻血嘅。啊，仲要流鼻血嗰只都頂住你添。啊！開頭驚佢塞嘅，班頓都好醒嘅，即係見到前面賣佢抽定出二三條三位，其實佢跑得好正啊，已經，但係唔中喎。嗯。啊，真係冇辦法。相對嚟講，個賽績上好似京京千里就冇嗰只爭分奪秒咁準咯，都有試過就係即係完全唔見咗咁樣，發揮唔到。若搏翻條攬啊！今季初贏嗰場咁靚，唔知道會唔會散仔啲咧？要來隔翻耐啲先至會跑得好。上季要隔嗰兩場，跟住休息埋個暑假，隔兩場加個好長嘅休息時間。有啲馬真係會係咁嘅情況啊嘛。咁啊，結果阿尾場賽事就莫雷拉就贏咗馬啦。咁啊，今日就真係威翻阿莫雷拉，高分好多啦。今日上次俾贏咗騎師王都俾人笑嘅，好似今日有56分，一號騎師做騎師王。話佢冇 win 啊，上次。
死后 Marty 咧就派554,079元，第二口 Marty 咧派9,110元，第三口 Marty 派214,177元，三 T 咧就派92,615元，安慰奖收1,852元啊，三宝派14,445元，安慰奖咧收22,437元，六环彩派498元，六宝奖话有人中派358,910元。